Oh!
个夜光的那个荧光的啊，从哪开始？生成的降低掉，生成的到降低。啊。
是不是道理？你才唱了四句，该这么嚣张干嘛嘞？是不是道理？不要这样，你看我叔用的口头方言。我记得周树人有一句话，就是我们所说的鲁迅先生，人要有傲骨，不要有傲气。在骨头里，我骨头里是很傲慢的，你相信不相信我？但是我给大家表现出来的，我没把大家吓出病来，我就一句一句的满身大汗领着大家唱，声乐就是这样。我同样唱的和你一样高，啊，妈妈妈妈的脸庞，你曾是我的全部，是不是？你看我这个声音有没有像杨德跟他一样高？这个是法律，你是八两，我是八两，多么轻松，这么轻松吗？这个就是功夫。我比杨宗纬大将近一倍，他跟我三十来岁，他跟我比什么来？欺负我老人家吗？不配，比我老的死光了，比我小的撵不着我。我在前面，我是第一辆赛车，你怎么碰我？你离我还有200米，怎么能撞到我？差远了，好好学，一无止境，老有所学，老有所获，啊，不要倚老卖老，也不要以年轻卖年。我也从16岁过过。我也从18岁过过，有本事先把一甲子年活到，看你能活到60岁再说话，活不到就不要跟我们讲，对不对？比什么呢？比的是功夫。年轻都是拉皮，比这个美。中年呢，老年呢，凭的就是素质、涵养、修养，就凭这个，就凭这个。来，从变调开始。我说这句话，激起你们的斗志没有？再去当兵报名，打兵报名当兵了，重新结婚，重新登记。原来你不会唱歌，找着的男人都不够看，现在可以唱到江逼了。这是女高音的离婚，那您的老头早就该离婚。老师，鼓励学生离婚呢？鼓励学生离婚，对于我鼓励所有人都离婚。从一开始洗干净，我第一堂课就告诉你暗示，不洗成白纸吗？要怎么唱歌？都暗示你，非得让我说明白。回去把那什么结婚的撕掉。衣服一洗就是害死人。同志啊，拥抱同学，拥抱同学，对吧？拥抱同学。啊。